学，所以呢，刚好这个中西医学校他们现在哦，把那个厨房装修得很漂亮，就是他就邀我们过来，可不可以再教他们？看来我们带小这个秋葵啊。第一堂课的主角是秋葵和青木瓜，讲师示范如何切，如何刨丝，或煮或炸，学员们还专心做笔记。起锅后的摆盘也是时的威仪。我看他们的反应都不错，而且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家长们，他们也愿意来学。我希望再下来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看我们会举行一个好像素食比赛啊。开课的目的，希望在家掌厨的人对于蔬果料理多变化，品尝美味，也摄取营养健康。大爱新闻黄依琳、雅观、菲律宾报道。而说到了用行动力爱护地球，就来看到湖北武汉的慈济志工深入到社区里头，推广如何做资源回收。